前两天我一直给一个不合十分吧，那也得有九分的美女送生活用品。今天人姑娘突然给我来一微信，原话啊，说要是没有你，这个春节我都过不去了。等疫情结束之后，我必须得请你吃个饭，再给你来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想多了，绝对不是。 不止一个呢，雪糕他妈爱天天和微信通报交流情况，这你都不知道？你要脸吗？能把我你管了吗？这么较真儿你就没意思了吧？我这两天遇到那帮人啊，都和我说谢谢。他们看我那个眼神，对我说那些话，就让我自己觉得特英雄。我感觉我自己全身都放光了。 等疫情结束了，一切都恢复，咱也就被人忘了。那些我不管，反正现在你先让我嘚瑟一会儿。啊，对，我前两天看见一微博，写的特好，说啊，我们就是一群最最普通的人，每天呢干着最最普通的事儿，但是当这个世界都停下来的时候，我们还能坚持做这个最最普通的事儿。 那它就有了不一样的意义。